想来我今天绝不迟到。啊，我的钱！坏蛋！所以你就跟他坐了两个来回的地铁？当然不是了，他第一个回合才坚持不住了。不过我蹲了太久，第二回合才站起来。有这个镜头，你不能用在工作上吗？可是我一天都赚不来那么多。一会儿见宋总机灵点儿，看我眼色行事。Yes, madam。 总，舟车劳顿，辛苦了啊！哪里哪里，小赖，快把我给宋总准备的礼物拿上来。宋总，请。哦，82年的龙井，张总可是下了血本啊！何止啊，我们老板棺材本都垫上了。哎，夸张了，夸张了。况且只有这样的好茶才能配得上宋总这样的行家呀。哎，略懂略懂。是你上次用假包装送的蜜雪茶包，他还挺爱喝。哎，柜子满了。完了，他生气了。啊，宋总也爱打乒乓球啊。哦，张总也喜欢。是小赖想请你指点指点。会，他怎么玩啊？张总也真是的，给我找个这样的对手。宋总，小姑娘你让着点啊。放心放心。那咱们就开始吧。来，你要是敢临风他，你就死定了。不错，一招必杀。老了，我中用了。哎，哪里哪里，看得出来您都没用全力，是不是啊，小赖？啊啊，就是就是，宋总您一点都不老，跟我比你还嫩着呢。生意全黄了，老天还是眷顾我的。